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Super 搞笑视频。各位可曾还记得上个月我买的那三只大蝌蚪呢？时间过得真快呀，不知不觉他们又被我养了30天了。很多人说这是一种很迷你的蛙的蝌蚪，很小的那种哟。还有的小伙伴们说这是阿牛哥牛蛙的蝌蚪。那么哪个才是正确的答案呢？经过我问了一番那个卖蝌蚪的，他告诉我答案了。这三颗是阿牛啊，不对，是牛蛙的蝌蚪。我就说嘛，一般小蝌蚪怎么可能那么大呢？那么30天过去了，这些大蝌蚪变成蛙没有呢？这也许才是小伙伴们最关心的问题啦。现在就有请我们的小啊，不对，是大蝌蚪闪亮登场吧。一只蝌蚪水里游啊游，游到了尽头，可惜了它没有变成蛙。小凤你看看就好了哈，别出招哟。要是出招也要等到它们变成蛙我们再买铁板哈。你就稍微的轻轻的看一眼就可以了。两只蝌蚪水里游啊游，也游到了尽头，可惜了还是两颗大黑豆，没有变成蛙。哎，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只大蝌蚪吧。可以看到三只蝌蚪水里游啊游，一起游到了尽头。说好的蝌蚪变大蛙呢？30天过去了，我怎么还是只看到三颗大黑豆呢？各位不要误会说我没有给他们吃东西哈，他们是有专用的饲料的，大家看看他们的头就知道了，还是那么的大，眼神嘛还是那么的忧郁，看上去呢闷闷不乐的。斗兄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哈，我可没亏待过你，每天我都给你们投食的哈。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经过了30天的饲养都有什么变化吧。之前有说过他们其中的一只长出了一点点小腿，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还是之前的那只长了点腿的蝌蚪，这双腿还是30天前的那双腿，这只蛙腿相对于30天前嘛是长大了一点点。在这里我想表扬一下他，蝌蚪你厉害啦，30天就长了一点点。他们最大的变化应该就是头部啦，之前刚买回来的时候头是圆溜溜的，现在头部嘛已经开始长出轮廓啦，有点呈现三角形的形状啦。这些蝌蚪的两边嘛还莫名多出了两个圆圆的透气孔，希望他们不是在生气是在进化吧。但是30天过去了，我连大蛙腿都没有看到呀，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蛙呢？哎，急是急不来的啦，只能等他们慢慢的进化吧。毕竟我也是第一次养蝌蚪，我也想看到这些蚪坚强变成蛙呀。各位觉得这三只大蝌蚪什么时候能变成蛙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关注哟。